没错，他们跟我一起来英国了。这个柜子也是他原本付的，然后桌巾是我自己从台湾带的，然后有香水，然后就是也是房间的采光很好，我很喜欢。那个灯，那个立灯，我在 IKEA 买的，超便宜，才6磅，我的天！到底谁跟我说英国很贵？然后再来是浴室，我觉得它的浴室我也很喜欢，就是不会太小，然后灯光也是很舒服的。